又是周六啦。我和亨利已经出门了，因为我们俩预约了给车做保养，然后应该是9:30，但现在已经有点晚了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已经穿羽绒服了，穿的都是羽绒服。之后3天前周三晚上，我刚跟朋友去打了网球，穿了短袖。昨天居然下雪了，今天只穿羽绒服，就3天时间了。到这个保养的地方啦，这是奥迪跟奔驰在一起。我俩已经到这个做保养的地方了，这就是我们替用的那个新车，等它保养好了我们下午再来取。啊，是新款的。瞧不起我旧款是不是？我这没有很旧，我那是18款19款的。吃早餐了，因为这个车要下午2点的时候才能拿，所以我俩先来吃个早餐，一会儿再逛一个 Costco， 吃几家 Panera Bread，然后特别健康，都是些沙拉呀、三味是什么的。好多新品啊！这还有 Black Bread 披萨。哇，这有披萨和酒。那到我们的早餐啦！我们俩点的是两个叫什么 Chipotle Chicken Wrap， 先尝一下这个卷儿。他们家还是在快餐里算比较健康的。嗯。配合一下这个拿铁。好一般。嗯，没，果然没有糖，没有了幸福感。哎，来到 Costco 了，然后在排队了。亨利已经在去找车位了，然后我自己在这排队。我刚排着一会儿，后面就已经都满了。这是我们刚刚买的东西，这是一只整只的烧鸡，还有鸡蛋，橘子、猕猴桃、香蕉。虾仁、苹果，还有袋大米和洗衣液。这儿还有2件秋衣，哈哈。因为来补货那个红茶味的冰淇淋。像侯夫子也有室外吃东西的地方。南瓜长得也太奇怪了吧！你看这个都留下来了，好奇怪呀。嗯，这是挂好的南瓜呀。这个挺可爱的。啊，这个，我感觉今天 cos 不是那个 HOFO 怎么全是写的特价？我操，到处是特价。这个小花花，那个葡萄也是特价，要吗？再拿个小番茄吧。我来拿冰淇淋啦，就是这个啦，我好多口味呀、啊。嗯，就要拿这个紫色，哇，这个紫色就剩一个了，赶紧。哇，真的就剩一个了，嘿嘿嘿，这个紫色就剩这一个了。哦，这么厉害吗？抢到了。哇，这好丑。这个小蛋糕越来越小了。这个小蛋糕超级好吃，我们家每次都会来买。这太小了，咱俩够分吗？全给你，全给你。拿一个吧。啊，这个超级好吃。Thank you。拿到了。拿饮料，我先拿喝水。亨利最爱的饮料就是这个拉西奥味的碳酸饮料。我们到家了，这买回来的东西有点多，还有两个快递，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快递。这个是 CPB 的那个玫瑰精油，这个玫瑰精油我用过3-4瓶了，我觉得特别好用，就是长这个样子的，特别的保湿滋润。我再拆一下这个累的鞋子，那是上2周吧，在 Nike 式的那个小白鞋。亨利来试一下吗？好呀。合适吗？行，正好啊，大小正好。我们的小车回来了。哇，它给洗得好干净呀。哇，太香了吧这个，我饿了。我和亨利的豪华周末午餐又上线啦。这是 Costco 的5元的烤鸡，还有草莓蛋糕，还有沙拉。
太罪恶了，每周末都那么罪恶。一会儿太香了吧？嗯，真香气呀。草莓掉了，你干嘛抢我叉子了？他这不让我吃呢，没完了是不是？美啊，最后口是不是美？最后口，人家吃啥你馋啥是不是？快点，客人吃完了一会儿，太好吃了，这个蛋糕大家一定要买。我俩已经把这个蛋糕解决了，鸡也下去了半个。Hello， 这是我们俩买的南瓜，我们俩准备来切南瓜。一大一小，我的。对，因为我们俩找了个 reference 是这个。对。我们俩第一次刻，然后找了一个在 Pinterest 上找一个图，就是一个大一个小。嗯。然后我来刻这个大的，然后亨利来刻这个小的。我们俩在 Amazon 上买的工具。还有两个小灯可以放在那个南瓜里。对，就是先把这个地方掏一个洞，然后把那个种给挖出来。对，其实就是图案的话可以就是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整个这个 overall step 应该是一样的。它这个工具里给了好多这样的图，让你贴在这个南瓜上，然后直接刻。但是我们已经选好了，就不用它这个。哦，自由发挥吧。对，自由发挥。然后先给它开个瓢，我觉得。我觉得你直接拿菜刀就切刀行吗？不行，你必须要斜着给它开开，你必须是这样斜着进去的，不然它这个盖儿会掉进去的。再给你画一个。哎，等会儿。你先试试你这个成不成？你要万一失败了。怎么可能失败呢？一双巧手。哎呀，太累了。哇，第一步就说这么长时间，第一步感觉已经耗费了我所有的力气。哇、哦、能吃吗？哇，很新鲜的感觉。第二步就是把种子挖出来。第三步了，太累了，开始画小人了。画咋样吗？作为一个艺术家，这是我刚刚现场表演的，就是 performing arts， 临摹是吗？表演艺术。什么表演艺术？你不就是画了个临摹吗？也是一种形式。我明年是不会再玩这个了。为啥呀？我太累了。你不喜欢艺术吗？艺术太难了。妈，你画那个是人家吗？是那个呀。是我的第一只眼睛。行，挺好，照着刻。这都是艺术。开整吧。我的南瓜已经完成啦。给大家隆重一下，我介绍。隆重一下，隆重一下介绍。隆重，够隆重了，够隆重了。隆一下了。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的南瓜。大脑门。好了，亨利，你完成你的作品了吗？基本上，还得修一下小的蝙蝠什么的，但是轮廓已经出来了。来，给我欣赏一下。嗯。怎么样？转过了一会儿，转再比你这好看。再转回来。哎呀，挺可爱的呢，还是我图画的好。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呢，明显是我刻的好。因为我给你画图，图画的好，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作品了，能不能行就看这一步了。把这个小灯放进去，但是把灯闭了一下，先放进去再闭吧。确实你的可爱，但你确实你的图就可爱嘛。对呀，你那个不知道是啥，你那个原图也挺可爱的，这你画的你刻的不好。并不。是的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是这样的原图。你看这眼睛，原图是对眼儿的，你那哪有对眼的感觉，并没有。哎，真的，我这个没对眼儿哎。是不是？那说明我给你那个图画的好。
妈。好了，就是这样的啦。放外边吧。好。嗯。我觉得可以。行。挺好。好了，成功。天差不多有点黑了，现在就有点好看了。我俩刚刚又到了两厢 Fresh Go Go， 就是如果你没时间去法拉盛的话，如果你想买中国的餐馆或者超市，你就可以买 Fresh Go Go， 它给你送到家里，就像中国的那种外卖一样。这一箱子是买的菜，这一箱买的菲达西饼，还有一些肉啊什么的，对，冷冻的肉。他还送了一个桂圆红枣汤，他经常会送东西。买了一个这么糊，哎，我们的物资现在太充足了，冰箱已经放不下了。这是买的牛百叶火锅羊肉片，火锅牛肉片，清清肠，龙虾丸，鱼豆腐，豆干，豆腐丝，海鲜菇，然后还有一些蔬菜，还有亨利最爱的韭菜，因为这些是在美国超市买不到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周日啦，我和亨利已经起床开始吃早点了。嗯。亨利吃的是那个我上次买的椰蓉包，菲达西饼的那个，我吃的也是一个椰蓉的。然后我们喝的是咖啡。哇，那是腹肌。我们俩看的是叫什么？我们恋爱吧。我们恋爱吧。第二句。好好看的，就喜欢这种，就是谈恋爱的这种。满足一下你的八卦小心理。这是我俩后门的一个南瓜。结果好像是被松鼠给吃了，少了一大块，你看那个松鼠的牙印儿在这个地方。你看它那个牙，我就说嘛，它肯定是被吃了，因为我在这儿看到了，也看到了一口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怎么什么都吃啊？亨利已经在房子附近转了好几圈了，因为我们俩晚上睡觉总能听到房子嘎噔嘎噔那种响的声音，然后他查了一下，可能是楼上的管道的声音，但也不确定，他有点担心是小动物什么的。他今天早上已经在这转了好几圈了，感觉要被抓起来了，一个行动可疑的男子。大家看的没错，我们又吃上火锅了，然后还有一些配菜，牛油的那个海底捞，这个是番茄，也是都是海底捞。我为什么这周又吃火锅了呢？是因为我们约了，十一月底和十月中旬吧，拍那个婚纱照，所以可能不能再这么放纵了，这周就放纵到底，从下周开始真正的减肥了。我觉得你下周还要吃。这周我先放松一下，不管了。你上周末也是这么说的。订的 Whole Foods 到了。哇，这是买的 Whole Foods， 就是一些超市的东西。那个是一个 Amazon 上买的新的瑜伽垫。这就是刚刚 Whole Foods 买的东西啦。我买了一个 frozen yogurt， 就是酸奶冰淇淋，感觉比较健康。然后又捕获了这个冰淇淋已经在我的视频里出现三次了，感觉我们家这边的这个冰淇淋都被我买了。周六买的那一瓶已经吃完了。然后香蕉、草莓，这个是桑榆，还有个豆腐，然后还有两个低糖酸奶。嗯，这是新买的salsa， 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 Costco 买的那个 salsa 超级难吃，就感觉全是水没有酱，然后就买了这个。这个是早餐吃的鸡肉肠，然后鸡蛋，还买了两包薯片，一个是玉米片，一个是低脂的蔬菜片。好了，我今天晚上就要吃这个了，玉米片配 salsa， 因为我一会儿要上我的驾照考试课，驾照路考课。嗯，其实我去年就已经考完笔试了，但是这个路考我一直拖到现在。然后疫情期间好像又不用去那儿上课，就可以在网上再发一个 Zoom 的 link， 然后我就能在家里上课了。我觉得在家上课挺好的，他说就两小时的课，然后下课以后他会发一个十个小问题，然后你回答完以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发给他就好了，然后你不能缺席，就把这个课上完以后就考你的路考就好了。然后我总共要上八个小时，也就是四节课，
然后每天下班以后7:30上到9:00，总共上4次就好了。后来等上课的时候，我就边吃这个边上课。好了，那我们这周的 vlog 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关注我，然后我们下周再见吧。